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26面，362啊。最后一行，第二个字，前八禅里面的第四个，这就是吝啬。第五个是卧坐，这个是习气，严重的习气。大嘴有意无意造作种种不善。第六个是睡眠，睡眠是属于，也是属于昏沉的一种，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佛家的规矩，每一天睡眠的时间呢，4个小时。古印度把昼夜了分为60，就昼30，夜30。那么它的古印度一个时辰，等于我们现在4小时。中国的时辰用12个时辰，子丑寅卯，所以比我们现在用的时间大一倍。中国一个时辰是现在的2小时。所以印度一时是4个小时，比我们大。所以昼夜60。昼30，他说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夜30也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那么中夜呢，这是我们现在10点到2点，这中夜。这时候古时候世尊在世的时候，他们晚上10点钟睡觉，2点钟就起来了，就开始做功课了。够不够呢？应该够了。一天吃一餐也够了，因为能量的消耗，我们现在知道90%以上是消耗在妄念。修行人妄念很少，一般他都放下了，所以这个一餐呢跟4个小时，他可以把精神都养足了。现在的人吃3餐不够，晚上还吃宵夜，还得要加上点心，一天的时候我看至少是6-7餐呢，甚至于还不够。原因是什么呢？消耗量太大了，妄想太多了。确实，与劳心劳力了，这个消耗量都不大。就是妄念。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李老师工作量是我们一般普通人5个人的工作量。他每天吃一餐，而且一餐吃的比我都少。
啊，我们就是平常这种小碗，吃饭的小碗。啊，我一餐饭吃三碗。他一餐饭呢，那两碗就够了。啊，吃馒头也是的，我一餐要三个馒头，他两个就够了。啊，所以我就研究这个原因，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啊，我吃一餐吃到第八个月，我告诉他。他问我精神体力怎么样，我说很正常，他说好，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生活越简单，我们就越不需要求人。古人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所以这僧团里面可以说是个个人都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不求人啊，生活简单啊，过得很舒服啊，很自在啊。啊，一方面学跟着释迦牟尼佛，一方面就教啊，四面八方啊，他们去教啊。啊，教学不拘人数，啊，一两个人也行，三五个人也行，几百人、几千人也行，不拘，一切随缘。啊，一定要教，教学相长啊，在教学里面会发现很多问题。啊，对于你的自己的修学是大有帮助。啊，教学的时候是谦虚，向人请教。啊，我在讲经一辈子，都是做学生的态度，学生在讲台上做报告，下面呢都是老师，都是见学，啊，都是来考我的，啊，看我的报告能不能通过。这个心态好，是永远，我是学生，你们是老师，啊，我自己是法师，是老师，这是我的听众。你很难有长进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谓的是知识爆炸了啊，人都有长处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啊，一切众生皆是老师，是一点都不假。啊，你细心观察，任何人有些长处，我没有，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他有缺点，我们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没有一个众生不是老师啊。这就是《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秘诀。他为什么一生能成佛？就是人人都是我的老师，人人都是我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老师。啊，所以睡眠耽误学习。啊，调局跟昏沉，这障碍清净心。
啊，调举我们今天所谓心浮气躁啊，定不下来，啊，昏沉呢，打瞌睡。我们常常看到啊，在念佛堂里面念佛，啊，禅堂里面就更容易看见了，啊，念佛堂还有佛号。他在念佛堂睡着了，坐在那睡着了，还打呼，他自己不晓得，别人都知道听到啊。啊，这是什么呢？精神提不起来。啊，还有真有功夫的，精行绕佛，绕佛不是一步一步走，他是跟着他的时候，他实际上他睡着了。那功夫很高啊，啊，站着走着可以睡觉，啊，实际上就是对于用功产生长大重大的妨碍，啊，所以地贤法师教人那个高明啊。你看他教锅炉匠那一招真有效啊，没有拘束啊，就教他念佛，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啊。锅炉匠这个人老实听话啊，真干，这六个字他做到。三年，你看看人家，欲知时知，站着往生，没生病啊！啊，生老病死苦啊！啊，生苦他有，老病死他没有，你看看这多厉害！啊，他走的时候并不很老啊，啊，也不过50岁左右啊，不到60岁啊，所以不是很老啊，啊，欲知时知，没有病，啊，你说站着走，多自在，还站了3天，啊，等。他的师父就地贤法师替他办后事，啊，地老法师对这个徒弟非常赞叹，常常提到他了，勉励大众，你看这个人不认识字，老粗，什么都不会，出家庙里不能住，为什么？五堂功课不会啊！你上个早殿吧，经咒都念不下来，所以别人会排斥你，你没有办法了啊！这个不得已，到宁波乡下找了小庙，没人住的。大陆上那个时候很多小庙没人住，都废弃了啊，找这个庙让他住，他就一个人啊，所以念佛很自在啊，啊，走着念，坐着念，站着念都行，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念啊，他的功课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和尚教你一直念下去，你将来准有好处啊！他是老实人，他也不问什么好处，反正师父你叫我怎么我就做就怎么做啊，他就成就了。
调局是心慌意乱，定不下来，啊，昏沉是精神提不起来，都是修行人的障碍。啊，我们对自己的根性一定要认识。每个人根性不相同，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也不相同。啊，所以老师教学要应机，啊，要趋吉趋利，这叫善教。啊，学生才真有成就，把成绩拿出来。啊，锅炉匠是了不起的成就，功夫只有三年呢，不是假的。一般平常人取西方极乐世界，三年的时间足够了。啊，问题呢，要放下，不能有一点留念，有留念就麻烦了。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啊，这种念佛会念得生欢喜心。为什么？他跟阿弥陀佛有感应道交。啊，就得佛力加持。下面三种缚，啊，就像绳索把你捆起来一样，这是什么？这就是贪嗔痴，啊，就像绳索捆住你，三条魂绳索，你解不开呀，你没有办法了，啊，如何能把这个放下？贪不是还对象，啊，在家人贪名闻利养，啊，学了佛了，名闻利养可以不要了，贪佛法，啊，这就从前老和尚常常提到的，想做通家，通家是什么呢？佛的这些经论样样都通。换一句话是广学多闻，啊，念到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嗯，他真的发心啊，四弘誓愿是没有错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什么时候学？不是初学的时候吧？烦恼断尽了就行，它有程序的。第一条叫你发愿，第二条叫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有没有把这个断掉？你把这个东西断掉了，你就广学多闻了。这个没有断掉不可以，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麾下，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他得定了，他开悟了。啊，那个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开悟之后，老师就叫他去广学多闻。啊，为什么呢？成就你的厚德志。啊，过去方老师告诉我，他说佛这个非常厚乎可学，不是在家里闭门造句啊。啊，开悟之后，你有这个能力，你学得快呀。啊，一个法门几个小时就学完了。
那再艰难麻烦的几天就学完了。啊，一定是悟后。啊，你先得根本智。广学多闻是后得智。啊，根本智是成就自己。后得智是成就别人。啊，换一句话说，根本智是气力。厚德智是契机，啊，厚德智是无所不知，根本智是般若无知啊，啊，先要学无知啊，然后才能无所不知，啊，你要是有知呢，你就有所不知。佛门的教学，他有他一套理论呐、啊，用了几千年，没有差错，真出人才。啊，所以开始学的时候，最忌讳的是学杂了，学多了，学乱了。啊，你的精神，你的精力都不能集中，分散的，学得很辛苦，样样都不同。啊，问题出在这。我们回过头看祖师大德，他们的成就都是先成就自己。决定是开悟，不开悟不学第二个法门。啊，悟后起修，深入经藏。一部大藏经对他来讲，顶多三年。他就通了。龙树菩萨聪明，龙树菩萨对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只用3个月时间就通了。啊，这个人根性不相同，这个是个立根人。啊，立根也得要守法，也得要守规矩。不守规矩的时候，立根也被伤害了，也被耽误了。经营疏远，一可一切诸烦恼皆通明忏悔。菩萨教人断离明戒，啊，这也可以这个说法。一切烦恼，戒是个比喻。啊，你心里头有戒。啊，我记得过去有个电影，叫《心有千千结》。你烦恼啊，啊，都能够称之为忏悔。啊，菩萨教人断离，断一切烦恼，怎么断呢？放下，放下是功夫啊，这放下就叫戒。把烦恼解开了，啊，解开是对禅夫说的，把它解开了，啊，他不再禅夫你了，
上面二句表会众诸菩萨以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你看居根本之即差别之啊，故能为众生呢破魔见王，另立邪业，能为有情结诸缠缚，另立烦恼。这些有这个能力，你才真正能帮助众生断烦恼、生智慧也。所以菩萨自己这两种智一定要拿到，就是根本智及差别智。差别智是后得智。列魔见王结诸缠缚，这个是度众生的功夫。因为菩萨在前面他已经通诸法性，通诸法性是根本智，大众生相对于众生他完全了解，这个众生过去生生世世造的什么业，修的什么法门，种的是什么因，他得的是什么果报，通通清楚明了。所以说法奇迹也，真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能破众生的邪见，能帮助众生远离邪业，就是我们常说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转邪为正，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才有这个能力。下面这一苦远超二乘，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呀。声闻是阿罗汉，阿罗汉也在教化众生呢。辟支佛也如是不过一般小乘，你去找他，他会教你；你不找他，他不会主动来教你。这就是心量不大，不像菩萨。菩萨观机，你机成熟了，观机说什么叫成熟？你能够接受，你能听得懂，菩萨主动就来教你。不必你去找他，他来找你。菩萨做众生不情之友，这个二乘做不到的。菩萨心量大，菩萨非常慈悲。
啊，他们自行化他，都超过声闻缘觉，辟支佛就是缘觉，这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啊，空无相无愿，也叫大三空三昧，也叫三解脱门。啊，三藏法术，法界次第。有解释啊，解脱就是自在的意思。门呢是比喻，能通的意思，就通达没有障碍。为有此三解脱门，则能通至涅槃。涅槃就是发心，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啊，前面我们读过啊。那这三门我们就不能不知道啊，啊，对我们关系太大了啊。第一个空解脱门，空什么意思？为观一切法，皆从因缘和合而生，自性本空，无我，我所。佛法的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总而言之离不开止观。啊，止观就是禅定。啊，禅定两个字是华梵合一啊，禅是禅诺，是梵语音译过来的，定是中国字啊。禅诺跟中国定意思很接近，所以把它连起来叫禅定啊。这个定呢，它不是死定，它是活的啊，就是说他不是什么都没有，他有观啊，让你的心啊专注在一处，那就是观。这叫你什么？观空啊，你一切妄念就放下了，放下叫止啊。观什么呢？观一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同时因缘和合而生的。凡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没有自信，是的，他没有自体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假到什么程度？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那我们今天用科学的方法来看，普通一个人的身体
啊，大概说的外国人，外国人比中国人高大，多少细胞组成的呢？好像是50兆，50兆个细胞组成这个身体。这50兆个细胞的时候啊，是刹那刹那新陈代谢。啊，旧的细胞灭了，生的细胞，新的又生了，新陈代谢。如果你真正懂得佛法，这个新陈代谢要在换零件呢，那机器换零件一样啊，你通通换新的，那不越换越好吗？你的身体不是越来越年轻吗？啊，如果你要换旧的换老的，那就越换越差了。啊，新旧怎么来呢？念头，善念就是新的，恶念就是老的。啊，所以你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没有是非人我，你就活得很幸福，你就很长寿，你就不容易衰老。啊，如果心里都是恶念，都是怨恨，这人老化很快，而且病很多，那就是换零件了，他越换越坏，越不好，越换越坏。啊，父母生下来的时候，那个身体是最健康的。啊，出生以后那就自己负责了。啊，所以你就晓得教育多重要啊。能把一个人教好，一生当中不许恶念。啊，教他懂得慈悲，懂得爱人，懂得舍己为人，这人健康。啊，健康肯定长寿。啊，这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啊，那佛法你叫你观察呢？就是一切众生离不开五蕴，啊，像观自在菩萨《心经》上所说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菩萨没有烦恼，菩萨完全是智慧，真实智慧，照见五蕴皆空。空观啊，无蕴不可得啊，观音菩萨当然清楚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夜贪痴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这就是物质从哪来的？物质从念头上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这个事情被德国科学家普朗克证明了。那他发现啊，所以他说，照他研究所得的结果，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啊，物质就是念头，一个一个累积产生的幻想，它单独一个念头里头的一个物质现象，你见不到。
啊，这些相合在一起呀、啊，你见到了啊，一个一个重叠在一起，你见到了，真的就像电影上，我们在看电影荧幕上所看到的这种效果，那个原理是相同的啊，荧幕上每一张的幻灯片你看不见，因为它速度太快了啊，一闪就过去了啊，可是它是累积在一起呢，哎，你看到了啊，它的累积不过是一秒钟里面24张啊，也就是24分之1秒，你看到了，你以为是真的？那佛告诉我们，事实，我们以现前所有一些现象，物质现象，是一秒钟里面有1600兆的生命，啊，也就是念头的频率，念头的生命达到1秒钟1600兆，它累积这个现象，你看到了，你以为它真的？这个念头念念有形啊，形见有实啊，物质现象里头都有受想行识这现在科学给我们证明了，佛讲得清楚啊，几千年就讲那么清楚啊，识是什么呢？受想行识，那就是无蕴啊，今天科学家有本事把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找到了啊，从原子开始80年前发现的原子啊，不断在分析啊，分析到今天听说有100多种粒子啊，都是原子亿万分之一那么小啊，这个经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的科学家发现的中微子啊，中微子多大呢？是一个电子的，我们讲体积100亿分之1，就是100亿个中微子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啊，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看那么小的物质啊，这个物质呢，它存在的时间极短啊，你看到好像它立刻就没有了，你再看的时候又是第二个，它连续产生的像被你看见，单独一个是看不到的啊，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个体不能够单独生存，它怎么存在的？它的存在像网样网络一样互相依靠的啊，是这样存在的，状态是这么存在的啊，没有任何一个物体是单独的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所以他就想到，人跟人应该互相合作，共存共荣。如果想单独存在，把别人消灭，消灭不掉的，你没有办法单独存在。一定是群体共同共存共荣。从基本例子里面看到，没有一样不是共存共荣，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因此科学家就提出来，关系重要。我们如何把周边共存共荣的关系处好，这个太重要了。关系搞不好，那就是社会混乱。关系搞好了，就天下大治，就这么个道理。这种关系搞好的时候，那这个是诸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这道就是教学。让我们了解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好在哪里？好在极乐世界上课没停止过。阿弥陀佛天天讲经教学。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是人崇尚的科学与哲学，真正高等科学、高等哲学登峰造极，在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他们对于宇宙之间的奥秘，佛经上讲的华严奥旨，法华密髓，到极乐世界完全通达明了。那什么境界？那佛的境界，佛知佛见的。我们这个世间做不到啊，人家那里做到了。我们这个东西研究多少年啊？科学发这个开始到现在才不过三百多年。那极乐世界，佛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到现在十界了，人家十界的研究，我们是三百多年研究，怎么能跟人家比？不得了啊！释迦牟尼佛开悟，给做了一个报告，就继续修补华严经啊。我们这个世界没人见过，分量多大呢？说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尘际，一世天下为尘品，我们无法想象啊。你能想到这个意思，就这个不能不见性啊，见性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可长可短，严肃自在。想延长，短的可以拉长；想缩短，长的可以缩短。慧能大师开悟讲二十个字，二十个字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华严经》。无二无别。
啊，开悟之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一样不通达，他没有障碍。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但是他得到根本智了。啊，只要他一接触，全明白了。啊，你把经文念给他听，他就讲给你听。能帮助你开悟，能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必须自己修到明心见性的边缘，就是进不去。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能帮助你一下就进入。你自己没有到这个功夫不行。啊，慧能大师的学生多。绝对不止一万人。啊，在他麾下开悟的43个人，修行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没有善知识帮助他一把，他不能见性。那将来一投胎，一转世，他所修行的功夫打很大的折扣啊！啊，再接着修啊，接着修行啊，不接着修呢，那他就终止了，就停断了啊！真正修行人来世还接着修的不多，到红尘就打滚的很多了。为什么修行人有福有慧呀？就做大官发大财又迷了啊，那一辈子就退转了，大幅度的退转，这都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保证我们不退转的只有到极乐世界，圆证三不退。所以我们不能不依赖阿弥陀佛，我们不能不走这条路。走这个路子是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十方诸佛劝导我们，这路不会有错啊。啊，如果有错误，佛菩萨不会这样劝我们。所以这一生能选到这个路就选对了啊，你真的就成就了啊，确确实实了解一切法，就是观一切法原生的。这经上常讲，我们得到科学报告，这原生的我肯定的，我们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啊。佛经上的讲的自性本空啊，这是讲的万物啊。以自己做个例子，无我，我是空的，假的啊。因为什么呢？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的境界相物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物质，我们只取了一点点啊，认为是我们身体啊。受想行识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也取那么一点点，以为是自己的心
啊，而不知道整个宇宙的信息是自己，整个宇宙的物质也是自己。啊，自己说自己是自信啊，自信心现的。那心现的，他怎么不是自己呢？啊，识变的，没有离开自己，没有一法离开自己。啊，自己才是一切法的本体。离开自己，无有一法可得。啊，一切法，你看，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自性生的，极乐世界是自性生的，阿弥陀佛是自性生的，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真庄严都是自性生的。虚空是自性生的，自性才是真正的自己。佛法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自他是一，不是二；一真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没有我，没有我所。我说我所有啊，我都没有，哪来的我所有？所以这些修行人心地一尘不染啊，他放得干干净净啊，真正一尘不染呐、啊。说若能如是通达。在于诸法而得自在，你在一切法里得自在啊，没有障碍了。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离无碍、事无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他入这个境界了。这叫空解脱门啊，空诸法实相啊，啊，了解诸法实相，得大自在。第二个呢，无相解脱门。为即知一切法空，故观男女一义等相，实不可得。啊，是实就是真的，真的不可得。一切法，这个法相。明明有啊，一切相无量无边啊！现在所讲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啊，这些现象统统不可得。啊，为什么呢？它是个波动现象，这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啊是个波动现象，所以提出了弦定律啊，就像弹琴的跟弦一样啊，它动它就声发出了音声，发出了妙音。这个玄就是比喻自性，比喻的真性
它动才发生这些现象，它不动，不动现象都没有了。佛法是这么说的，佛法说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就动了，不觉是动的，觉呢就是不动，觉心不动啊，所以不觉就是动，动叫什么？动叫无明。无明就生万法了。这一动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主要就是讲三细相。实在讲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也是三种现象。科学家称能量，佛法叫阿赖耶的业相，业相就是能量，就是一念不觉。自心里面的能量爆发出来，如果没有这一念呢，自信里的能量它是隐没的，藏在里头，不现，你不知道，你一动来它就出来了，是自信本有的。自信的智慧德能向好，这是把什么？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归纳这三大类。智慧是一类，德能是一类，相好是一类。相好是物质现象，德能是精神现象。这一念不觉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就是业相，精神现象就是转向。物质现象叫境界相，或者说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自证分是自然现象，见分是精神现象，相分是物质现象。佛告诉我们，凡夫用意识性，第六意识，它的功能最大。他具足51个心所，阿赖耶所有的现象他都能圆得到，就是圆不到自信。这个自信呢，阿赖耶从哪里来的他圆不到，除这个一个之外他全能圆到，这是极限，科学好像到了极限了。精神现象他看到了，就是念头。念头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报告写的也很有味道。懂，我们能懂。他说念头是无缘无故蹦出来的，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无缘无故就蹦出来了，但是立刻就消失了。就是大乘经上佛所说的，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啊，这是精神现象啊。啊，没有理由。其实佛法讲的是一念不觉，就是他的理由。那一念为什么不觉呢？那个没有原因了，那是真的没有原因啊。佛在楞严经上跟我们讲解一念不觉，举言若大度弥陀任引这一桩事情来解释啊，确实没有原因啊，会产生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决定没有原因那么从一念不觉就变成阿赖耶，从阿赖耶就变成一真庄严啊，我就从这个时候发生的。跟宇宙同时出现的。啊，但是我们迷啊，就一念不觉，二念也不觉，三念也不觉，念念都不觉，而且他说越迷越重。啊，居然迷到地狱里头去了。啊，这怎么回头呢？大乘里面修学就教你回头的方法。啊，回头把你这些错误慢慢都把它放下。就又回归自信。啊，华严经上讲的52个阶级，那就是回头的一条路。你依照这条路去走，到第52个阶级，你就又回归自信了。啊，那叫成佛了。楞严会上，富罗那提出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从无始以来迷了，现在遇到佛法了，啊，要经无量劫的时间修行，修到妙觉如来，回归自信了。问释迦牟尼佛，以后还会不会呀？再迷啊，佛告诉他不会再迷了。佛举了个比喻，譬如金矿，经过冶炼变成纯金，它就不会再变成矿了。啊，你经过52个阶级，那就等于是冶炼了，炼成了纯金。不会再迷啊！我们从这里想一想的时候了，这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循环，从一念不觉，现在科学家把它比喻作0点能量场。那这个零点能量场啊，很像佛家讲的真如自性。人真的从这个地方迷下来的，然后又回归到这个原点。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循环。
啊，真的要知道，自信，确实，中国古人呢，两句话形容它：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形容自信非常恰当。自信有多大？没有边际。我们的身体，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普通一个人的身体，有50兆的细胞组成的，其中有一个细胞出了问题了。我们帮助他还原，帮助他恢复正常，可是全身50兆哎，这个好了，说不定那个又出了问题了。啊，这是我们普通看到的现象啊！啊，自信里头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经过磨练的这个不会出问题了。没有经过磨练有多少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呐！啊，这是可能的。啊，我们凡夫之间的，啊，真正要能够彻底了解的，我看这个问题，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大概这问题可以解决。啊，不到极乐世界。这个问题要想把它解开，难啊，不是容易事情啊！啊，那个地方有个圆满智慧的老师，我们到那里请他教诲。啊，暂时呢，把我们所有疑难问题统统放下，先取极乐世界。这是个好主意啊，好办法了。啊，无量无边的疑团暂时放下，到极乐世界再去解决。啊，下定这个决心，真放下。啊，这个无相，真正知道即相无相。相而无相，啊，相是幻象，啊，我们怎样把它比喻呢？实际上，《般若经》上讲的很好，梦幻泡影，你要这样看法，这个现象是梦中现象。我们知道梦中有，醒过来之后没有了。把所有的这些现象都看作梦中现象，行不行呢？行，因为它的目的是叫你在现象里头，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分别它。你就什么烦恼都没有。啊，所有的麻烦都是分别执着上发生的。
啊，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这两种烦恼让你永远在六道轮回。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还把你留在十法界的四圣法界，你出不去。啊，尘沙烦恼断了，十法界的菩萨，尘沙烦恼的习气断了，是十法界的佛，还是出不去？要出去什么？还得破一片无明，正一份法身，这就超越了十法界了。啊，往生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你跟哪个佛有缘，你就会到哪一个净土去。一切法离不开因缘。啊，我们这个世间人真不一样啊。啊，朋友同学当中善根福德明显有差别。啊，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有些人呢非常执着本是释迦牟尼佛，我何必到别的世界去啊？释迦牟尼佛有十宝庄严土。啊，释迦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在哪里？华藏世界。要知道，释迦跟毗卢遮那是一，大乘经上阐述，化身佛，毗卢遮那。报身佛卢舍那，应身佛释迦牟尼。那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就是毗卢遮那，所以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报土，十宝庄严土。往生那个地方的人多啊，那释迦劝一类有缘的弟子，有缘弟子真听话。释迦牟尼劝这些人到极乐世界去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比在华藏世界好。有听话的，真干的。还有一些情执啊，对释迦牟尼佛感情情执，不愿意离开他。我就跟你老人家，我哪里也不去啊。但是华藏世界难啊，没那么简单的。啊，真的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你才能去得了。你要是放不下，华藏世界去不了，还是搞六道轮回。啊，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呢，烦恼不断行，业障没消也行。这是一个什么保证你能够去得了的
啊，如果你对释迦牟尼佛真有情执，你不妨先到极乐世界，然后再到华藏世界，抄近路啊！啊，到极乐世界再到华藏世界，就太容易了。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弥陀弟子能在一念之间化无量无边身。一念情就能到达一切诸佛刹土，供养诸佛，教化众生。你看这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啊，我们为什么必须？啊，这种情执要放下。啊，我们念阿弥陀佛才是真正的顺从释迦牟尼佛，听话嘛，不是别人教我们的，这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他不讲，我们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怎么知道有阿弥陀佛？啊，去听话。就没错啊。那么在世间修空解脱门不容易，你空不了；修无相你也没那么简单啊。你真能够见一切相，所以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才真的叫无相啊。啊，所有一切现象都不可得，你心地就干干净净。啊，为什么？没有任何牵挂了。心里有牵挂就是着想了。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个三解脱门不是简单的，一个就解脱。就什么？就明心见性了。啊，明心见性有三门，就是有三个方法。啊，是若能如是通达诸法无相，相而无相，你真正明了，真正通达。你在所有现象当中得自在了，现象怎么样？可以受用，不可以占有。不可以分别，不可以执着。啊，不可以控制，啊，控制这个念头要放下，占有的念头要放下，你们有一样不自在啊。啊，那么其实这个世间的人亲情放不下，名利放不下，妻子儿女放不下，财产放不下，放不下的可多了。啊，为什么放不下呢？不知道他无相。啊，不知道这些相全是假相。那要真正放下了，这个人无情无义，这人还能跟他接触吗？他不是人啊。
菩萨是不是这样的？菩萨你跟他接触，有情有义，啊，方东美先生是哲学家，他告诉我，没有真正的感情，不能学哲学。啊，没有真爱，不能学哲学。是真的，真的东西都是自性里的本具的性德了，自然流现的。但是这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控制，没有占有。啊，这是真的自在啊。我们在美国看到一个人，美国人，在亚利桑那。啊，那个时候馆长，小儿子。读书毕业之后，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我在那边住了几个月，奉望着。啊，他小儿子公司里边有个同事，啊，太太爱上先生的朋友。而他的先生呢，非常欢喜。啊，就办离婚手续，让他们两个人结婚。结婚时候还就到货。稀有啊，这什么？这是真爱他。他这个先生说，他这个朋友照顾他这个太太。比他照顾得好，他的应该要嫁给他，很难得了。哎，他这个朋友如果是学佛的话，很容易契入境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心量？那就爱人不能害人呐！哎，他有更幸福的那个生活，一定要给他了。啊，跟他自己固然很幸福。但是他太太不满足，啊，他那个朋友给他的，他能满足，啊，所以这是很少很少见的一种事情，我们在亚利桑那亲眼看见的，所以要知道诸法无相，诸法是真的无相。就是连十报庄严土也是无相，所以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住在那里，心里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所以对一切现象他没有得失的念头啊，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啊，也没有分配的念头，啊，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
啊，随喜里头成就他的功德。功德从哪里呢？功德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这样的功德。啊，这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了，啊，真正回归自信了，所以他得大自在。第三个呢，无作，学徒们，无作啊，有云无愿，为若知一切法无相。在于三界无所愿求，若无愿求呢，则不造作生死之业，若无生死之业，皆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那么这个地方无足，无作也叫做无愿，我们要问阿弥陀佛在因地上发的四十大悲四十八愿，那他有愿呢？他不是无愿的。极乐世界是大愿，功德之所成就，他有作啊。用极乐世界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头的有缘众生到这个地方来修行，有作为啊，不是无作为啊。啊，这怎么解释呢？这个解释，愿、作都是为人的，不是为自己的，这就对了。啊，为自己的就有生死，就有果报；为别人，丝毫自己都没有。这是作而无作，愿而无愿，无愿之愿，无作之作。这是大菩萨啊，摩诃萨的所为也啊。我们看阿弥陀佛确实啊，阿弥陀佛距离我们远，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这个近，三千年前出现在印度啊，释迦佛的一生没为自己啊，释迦牟尼佛的示现真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他把这个三空解脱门呢，做出来给我们看，表演出来了。你从他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了，啊，他所演的，就实际上生活、工作是教学。啊，我们现在讲办班教学，这才工作。
啊，他老人家的行持，处事待人接物，我们细心就观察。完全没有自己，真是所谓全心全力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服务的项目是什么？帮助众生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他没有为什么，他没有目的，他也没有意图。啊，大乘经上讲呢，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有应。为什么？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自性里面的大德越慈越悲啊，所以古大德祖师们常说，什么是佛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是古大德解释的什么是佛教啊。佛教就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八个字。那个本不好懂啊！啊，本是自信，自信就是圆满的慈悲。啊，看人迷，悲心就生起来。啊，看这个人呢，能觉悟，教他的时候他懂，他相信，慈心就生出来。啊，悲心就像光明，照耀世间，永远没有间断。普照法界啊，悲心呢，慈心呢，等待机缘，机缘不成熟没用处啊，在这等待，有耐心的等待啊，缘成熟了，什么叫成熟？他能信，他能解，他能行，他能证，这个缘纯熟了。如果能信、能解、能行，不算完全成熟，不算圆满，也成熟了。只要能信，佛就来教。佛是门中不舍一人，为什么不舍一人？什么身体啊？五十兆个细胞，一个细胞都不是。哪一个细胞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想办法去治疗，帮他恢复。所以在他们心里头，真心的，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但有情众生是一体，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都是一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这就大了啊，真的是伟大了。所以他照顾周到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我们谈谈他有原因呢，在他那一边呢，原因不可得，他根本没这个念头
啊，全都是感应，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啊，日本江本博士的水试验，啊，这片水，啊，我贴个爱字，爱它。啊，一个小时之后，放在冰库里头让它结冰，零下五度，接触的雪花，它回答你的非常美的图案，你就看到了。啊，我要写个恨，讨厌的。啊，它回答的图案就很难看的，没有个样子，很不高兴。况物证明他有受想行识，啊，他跟我们是一体，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我们所有一切造作他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不但他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全都知道。为什么？他是一体。啊，像一个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的网络。啊，非常灵敏，一切没障碍。啊，我们念头才起，周边法界，畜生无尽。畜生无尽，它的影响。啊，所以人对自己的念头不能不谨慎呐，不能不负责任呐。啊，凡夫不知道，佛菩萨都知道。只有善念，没有恶念；只有正念，没有邪念。啊，所以称之为佛，称之为菩萨。啊，自信本来如是啊。不能够违背自信的，随顺自信就是佛菩萨，违背自信那就是魔外道啊，违背自信才有三途六道，随顺自信没有啊。随顺自信最差的四圣法界啊，我一辈子信的这六道里头来了啊，六道里头三恶道、地狱道是极端的违背啊，这些道理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知道一切法无相，于三界无所求也，不为自己了啊，自己真的无人无争，于事无求，心清净平等呐、啊！啊，他不造啊生死之业，这是六道轮回里不干这个了哎，决定不执着了啊，见思烦恼里面佛把它归纳为十个项目，
我们好懂啊。啊，见惑里面五种，真正把身见放下了，不再执着身是我了。什么是我？变法界、虚空界是我。啊，认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自信，叫发现。啊，实相、真如都说这桩事情。啊，认同了。啊，第二个，边界放下了，边界是对立的。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自己怎么会跟自己对立？冲突没有了，矛盾没有了，矛盾冲突都是从对立产生的，没有对立了，一体哪有对立？啊，成见没有了，成见我们现在主观观念放弃了，我都没有，我有什么主观观念？啊，我的想法、我的看法错了，那都是见取见、见取见。啊，我没有想法、没有看法，就能恒顺众生。啊，恒顺众生里头非常巧妙。啊，为什么他有智慧照见？啊，恒顺当中啊，帮助众生改邪归正，帮助众生断恶修善，这个妙极了。啊，恒顺没有害他了。啊，恒顺在说在帮助他，这是善巧方便的。啊，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求，成就他。啊，对方还不知道。啊，到对方哪一天觉悟了，哦，才知道。啊，这人帮助我很多。啊，所以绝对没有为自己愿求的，是为众生愿求。啊，为众生求的求什么呢？求佛菩萨住持。求佛菩萨来教化众生，众生不会求，不会请，就请佛住持啊，请转法轮啊，啊，要他们来带动，啊，所以总而言之，他们决定不造轮回业，所以决定没有六道轮回生死之苦，没有啊，故名无作解脱门。这一句经文啊，元朝圣文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缘法门见唐矣。此二句重叹，那就再赞叹慧中大师之实德了。啊，这些大菩萨不是普通菩萨了，入大三空三昧也。啊，入三解脱门，那什么法身菩萨了？
不是普通菩萨啊，这他们的真实的所觉殊胜啊，他们觉悟非常殊胜的觉悟，远远超过声闻是阿罗汉与辟支佛，超过他们的境界。啊，下面这个我们就是声闻，声闻佛小乘法中之弟子。啊，为什么叫声闻呢？闻佛之教。啊，佛当年在世教学的时候，只用音声跟大家讲解，没有文字，也没有教材。啊，没有书本，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啊，孔子当年在世教学也是如此。啊，所以说以音声为佛事。啊，他们听经、听教而觉悟。啊，所以闻佛之教啊，悟四谛法之理。啊，悟四谛就断见思而惑，处分断生死而入于涅槃者。啊，那么这叫声闻。这个是佛跟他们讲是地啊，地用现在的话说真理，现在人叫真理啊，讲的四种啊，这人间四样这是真的啊，不是假的。这个四样呢，就是苦即灭道，跟我们讲两重因果。苦即世间因果，苦是世间果，三界痛苦啊。啊，即呢，即是苦之因，就是烦恼。习气，你为什么有六道轮回？为什么在六道里受这些苦？啊，你有烦恼，你有习气，啊，是你自己造作的。啊，这是世间的因果。灭道呢，是除世间的因果。都是先讲苦，果你很容易接受，你能够看到啊，所以灭，灭就是涅槃啊，灭是什么？灭生死，灭烦恼啊，这是出世间的苦。用什么方法来灭？来灭灭呢？那就讲因啊，因就是道。啊，道呢，就是修行的方法。啊，利苦的道路。啊，这叫道啊。那么佛教小乘人的时候，非常具体，跟他讲八正道。啊，修这八种法就能够得到涅槃，小乘的涅槃啊，也叫偏真涅槃啊，跟大乘不一样，他还没见性
啊，那么至于三空三昧，大小乘都有，所以名词都一样，前身的意趣不相同。啊，大乘深，小乘浅。啊，可见得佛说的苦空啊，空无相无缘，都是从原则上讲啊。学生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有什么样的解释法啊，这是纲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此地。